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吉尔堡新闻，我是主播朱玉章，为您播报一则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。讲到防疫前戴口罩是民众最重视的保护措施，新冠病毒有飞沫传染，因此口鼻的防护自然非常关键，但也别忘记病毒会透过接触传染，外出时可能沾染病毒的衣服需格外注意。专家建议学生一进门就换上干净的居家服，将替换衣物拿去清洗，如不会天天换洗的外套则挂在通风处晾干，等待日后再穿着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朱玉章，我们下次再会。